次缩小。等于我两次，我已经两次练到五十，然后又练满。吃饱退血。啊，之前送了一堆鞋垫，然后无聊一直玩的时候就练满。鞋垫我就看我换一下技能。我刚刚躲那个柜子，然后撞那个医生那气。我用那个就是在柜子躲三秒就可以撞晕他那个，然后他被我撞了一次，然后被我砸四个板。你的体系，可是他竟然没有手撕哎，我觉得人还蛮好的。他没有手撕呢，连鞭尸都没有哎，我觉得好有品的。如果我是他，我想要生气但鞭尸。这还好，没事，就有事。我要不要带怀表啊？带一下好了，低段位的鬼蛮多都会手撕的。带小怀表，很多很多东西不知道干嘛。哎、欸，我按准备了，对，按准备了。怀表，等一下，有什么好换的？祭品，祭品有什么好用的？技能还有什么？我感觉好用。什么什么技能？技能哦，就自补那些啊。嗯。那个吸什么之一的，嗯，像30%，嗯，这谁听要邀请好友真的是很麻烦。对啊，同组没什么用、啊，同组很好用哦。嗯，你可以看杀手有没有在附近守尸，然后看其他人在干嘛。那单排神技。青炉，哎、欸，青炉就有了。排进去应该要下下，等一下。祥玉感，希冀之意啊，那个。我们这样算是双排吗？嗯，我们这样算是双排吗？什么意思？双排，双排下下，两个人一起排啊？对啊，是因为等级关系，他会去找中间的。嗯，等级不同不大接近的话，会比较不好排。我是觉得他以前那样子就好了。他应该要出个选项那边选，哎、欸，有了。你才刚讲就排进去了，现在不会很难排啊。现在有连加机的玩家都连其他进来，对啊，现在比较快。一个加机。这、嗯、这样排进来是代表连鬼都 有杀手啊！你要看杀手那个横条纹，如果有白白的或红色的，就是有鬼。所以是实验杀手刚一起下来的，对。嗯嗯，我大会玩，哈哈。嗯，这只仓鼠好可爱。谁？你们家有别只仓鼠吗？有啊，还要吗？带走。不是他们会打架啊，不然就想养多只一点。对啊，因为另外一只我送给朋友养了，生出来的都会那个。没有，他们生出来的要一开始就同性别的养在一起，有很大的几率比较不会打架。嗯。然后如果你把他们分开了一小段时间，他们的脑容量很小啊，你大概分开他们一个礼拜，他们就不记得彼此是谁，然后也不记得味道，然后就开始打架，就觉得是陌生人要来抢地盘。简单来说就是智商太低了，你懂吗？哈哈哈！仓鼠就这样，智商低但是可爱的生物啊，所以还是一堆人要养。
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关心他，然后长久以来他记得，他就比较不会咬。嗯，我妈也不是直接摸摸摸啊，最后那几只小生出来的都狂咬他，就只有那一只母的妈妈。有时候你们不是用水桶养吗？有时候他们生活的空间，因为他们明明很小只，但是要很大的空间。有时候空间不够，他们就很容易生气，而且他们闻到同一个空间中有其他仓鼠的味道，他们很不自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他妈的够麻烦的生命。哎、欸，干谁？也要养，就最好是养一只到两只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太诡异了，这地方好讨厌，好像很容易死。我很容易死啊！我会负责遛鬼的，如果他要来找我，你是在马戏团这边吗？我这个地图才玩第几次耶？我在，哟，我在爆炸的那个，傻眼！我刚放开就爆了，才这样放开了就爆了。哎，我旁边那位应该傻眼了吧？哎、欸，他直接，你们是不是暴击啊？直接过去找你们了，本来在溜达。正常，正常。嗯，正常的鬼是鬼脸哦，他会进入不可侦测状态，所以不会有心跳。不过他刚刚都没开过一次，就是。然后如果你被他一直盯着看，然后吸满了，就会进入一刀斩，你就被他砍一下就会倒。就是如果你左下角那个红色的那个看满状态，就跟迈尔斯一样，但是迈尔斯的比较短的版本。可能三公分吧。我感觉我不出来，我一出来被他盯上了。刚刚跟你一起修的是凯特吗？长头发。我看到凯特跳下来，他是不是穿绿色上衣？来追我了！哎呦，该给你了。有板子就翻吧，不会遛鬼的时候有板子就翻，不要过去。然后如果是太短的板，你要躲旁边一点。然后太短的板，你要确定能压到它再翻。短板通常它绕过来就可以砍到你。我已经被砍了。哇靠！他这砍超快。可以爬过来板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他来了，你抬我了。把他抓起来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把你压下来。他眼睛会奇怪。完了。哇，先偷包了。我躲在那边是来叫人爬过来板下，因为低等的鬼通常都不会注意板附近有没有人。他就直接爆，然后就被，然后他刚刚白痴不知道干嘛要走板下，可以溜到另外一边。我只是想说试试看，然后就成功了。对啊，我敢，我想说他小、啊，而他应该会去追你啊。对啊，因为你是残血。我残血看到你，我是要爆。大家跟我说他有没有手撕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你就说抓我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最不会用啊。他抓我就耗时间了，你就慢慢修了。他要抓我到地下室。你在同组啊？这时候就很好用啊，其他人都可以看到鬼的气场。他是不是走出去了、啊？对，我去救你啊！我走开了，他要去找另外一个在修机的。快跑、哦！他可能回来了，我在想。我先包了。你要带自补吧，先找个地方把自己拉起来。
他刚刚在看我，他刚刚在盯着我看。他那个亮，我刚在修，我刚在修后来欧龙那一台，一直在亮起来就是修好的。我想看到复活，谁被吸满？吸满一刀砍，我猜一刀。现在那个红色状态的被砍到就会直接倒了。他被吸满了。然后他在被追。应该是凯特吧。哎呦，有人在跑，我会怕。来了，他在追他的，没错。嗯，他顺路凯了一下凤鸣。那真是个三心二意的男人。嗯。这个地图好像第一次玩、欸。嗨，在追你吗？他没有在追我，他在追另外两个。哎、欸，那凯嘞？啊，在那边被砍了。在另外一边。对啊，在这边。不理他，先修了。要不然他待会面你没有修的时候，他就会倒退。在哪里？下面。我记得这里啊，还是在上面？上面吧。他好像要带到地下室了，在附近吗？来喽，走过来，下面，啊干，我，他路过，他完全不理我，来包，我帮你包。快点停下来帮你包，你要帮他补吗？帮补，哎呀，他在追哦。好呀。哎呀，我看到骷髅了。会发光的吗？对。那就猜，他如果没有追你，他在追我。那你在哪里啊？马戏团里面看到的吗？对。好，那我去马戏团找你。你先跑。我把他带走。他的刀子怎么短啊？短但是很好吃，很好砍的。我的，敢穷追不死，换位置。打卡被他卡到，老早被他卡住。有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在掉。他在干嘛？刀斩。他想要报到那个。第二次，再一次我就死了。快跑！他如果出现，帮你挡到。你到，你走那边，他刚往那个方向走，没关系，他跑了就跑了。哇，这暗刺有时候没反应。我帮你补。他在后面，我先跑出去吸引他。你躲起来。开了呢，就好了。他有可能有一刀吧？啊，他在前面，他在前面。先进走，先静静的慢慢走。他会在那个门口守。他好像直接跑去门那边了。那我们就开门。他应该跑去正对面那个大门。你去另外一边啊。我们在旁边这个门就好了。他应该跑去正对面那个大门。啊，你对。对啊，你看，跟我讲的一样。好哟。有人被看满了，跟丢你了。啊，两个都跑了。你沿着路边边找，一定会找到大门。地图的最角落。
先出去吧，我有个任务是大家要出去之后再出去。我吗？你先出去。你要那个捞分吗？然后我们要捞分啊，我看一下。解任务啊，让他砍一下，拿个分数啊，让可怜。他砍了吗？有啊，砍了我一刀。嗯，不错啊，刚刚其实，但我根本在虐菜，我十等他十九等。为什么他刚刚？我其实离他还蛮远的，他还是砍到我。见鬼！有时候伺服器的问题。我就觉得我离他快要一个人的身了，然后我已经转角，他还是砍一下，我还是被砍，好几次都这样。没有，这个地图好像第一次玩。这个地图我没有。还有很多张地图。对，这个地图好像第一次碰到，大部分都是那个森林居多，还有另外一个。第一次看过什么小丑？三万滴血点要点哪一个比较好？随便。嗯，就有就点啊。比较推荐的技能是自我疗愈，先点满吧。因为你做练只是角色而已嘛，所以你也点不到其他角色的技能。红族也可以先点满，然后如果有传承就是橘色的就可以先点。就点了技能啊，道具什么的无所谓，你比较想要医疗包系列就拿医疗包，想要工具箱系列就拿工具箱，就随便点。手电筒好像蛮好用的。手电筒你要造成功很难。是啊。嗯。应该再排一场就要去睡。哎、欸。说应该再去排，再排一场，你就要去睡。现在几点？九点十点，还好。刚第一场还排蛮快的，我曾经等到半个小时没有人。半个小时没有人也太夸张了。真的、啊？我傻，不会这么快。靠腰不够。鞋点少的可怜。附加品用完就没了。以前是还可以带出来，后面觉得官方觉得人类当太强了，所以附加品用完就会消失。嗯，但是有的附加品还是很好用，比如说什么医疗包又增加16耐久，还是治疗速度变快，那些都超好。还是什么工具箱维修速度变快，还是没有 QTE 之类的。但是工具箱以前才好用，以前工具箱耐久都快，有的最高的都快200啊，现在耐久才十几二十。因为之前工具箱太强，速修到鬼都受不了。嗯，都还没玩完，然后人类就修完就出去了。对啊，每一个人都还没挂到。刚那场他至少要挂到你吧，然后挂到另外一只。哎、啊，然后速修的话是一直都挂不到就出去了。春木镇很不好走啊。就有室内跟室外的图啊。少个写点祭品。这个等就真的等很久。先去。看一下。哦，朋友今天他们会玩的都没。那你看右下角有没有那些很干？如果都是黑条的话，黑条就是在那边玩家家的。对啊。那我们当就是在寻找游戏，然后没有其他玩家，就是我们两个还在排队。有时候会进入房间，但是人还没有满的状况是有。嗯。然后我知道，只能排过，排到，
以前我刚玩的时候牌还没有那么久，就基本上按快选就进去了。那是因为没有分等级的。什么鬼啊？什么声音啊？你不会看到，你不会看到什么杀手啊？嗯？为什么三只黑妹啊？我玩个别字啊。好了、哦，三个黑妹，你有跑妹啊？嗯，跑妹，我的跑妹多美啊！还是要玩我最爱的肌肉的、肌肉猛男，那就是修都是修肌哦，工具箱没有修肌啊，人物其实就没差，就外观了。嗯，手上那一个是有医疗包，一个带工具箱，两个加肌耶。嗯，排得快了，哎、欸，我这次没有怀表啊，所以如果杀手守你的话，我可能会等他走远很久。嗯，怀表就是如果鬼在附近守尸，我救你，你可以多扛一刀，那个不久后会倒地的一个状态。嗯，可以多扛一刀再跑掉。是可以跑，就是不会马上倒。对，对，也不会马上倒，但是你如果逃离了鬼的控制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自我治疗，然后自我治疗，如果你要补满，然后再补一次，那就是会进入一个即将倒地的状态。但是你只要跑步那个状态，状态肾上腺素，就算是延长生命了、啊。嗯、欸，类似你要当肾上腺素那样理解也是可以。但是那个时间条，如果倒数时间到了，就会就没了，你就会倒地，你就直接倒地。嗯、所以你要一直跑步跑到补好的话，他就算你补完刚刚起来。简单来说，你有没有遇过军团？就军团砍你那个状态、一模一样。军团砍你不是会进入一个黑黑的画面？对啊，真的啊。然后你要先自我治疗缝合好了之后，然后缝合好之后，然后再能够补满。刚刚那仓鼠超可爱的，我把它抓在手上玩了那么久，然后我把它放回笼子的时候，它还想要跟我继续玩。嗯，傻眼。那这张图你也是第一次吗？对。What the fuck？ 这是这张图不是很好跑哦。对啊，好空旷。蛮空旷的，所以最好是利用一些障碍物什么。然后这边如果像是兔女还是枪手这种角色，蛮好发挥的。对，你挂勇士在这里。我要跟你去暴击了。虽然没看到杀手，在旁边、啊、在追啦，在对面，对面那个房子。他在追谁？对面的。哦，他有那个、欸、那个毁灭，是哪一只杀手、啊？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在附近跑，他在对面那个房子、啊，在你右边那个房子，小白房吗？啊，又刚刚那个、哦、大屋，哦，是军团呢、欸。来了。他在下面呢，你可以先跑啊，我会直接修啊，因为他一定要从那个楼梯上来，所以这边其实你盯着那个楼梯就好。我要跑的时候他上来了，我会被砍。就是这个状态啦，你妈死了，拖时间的啊，带毁灭，然后又砍人家一刀就跑。那、你修到一半，如果没有继续修，就都浪费了。所以对抗这种角色，就是先找到亮亮的服务，先拆掉。这什么东西？所以一定要先再爆一次，然后再起来。要么就直接把一台修起来，因为我们刚刚爆两台，两次，不然把那台修得起来。嗯。然后要么就是修起来，不然就是如果他会来赶人，最好就是还是先把毁灭拆掉。毁灭。那你刚刚上一场看到的发光的部分。
在前面晃。哇干！这么好，爆了就不要理所有。先救那个钩子上面。干，怎么这么快啊？为什么可以瞬间砍那么快，而且莫名其妙的中？那是他特殊能力啊，有空可以去爬完看看鬼的特殊能力。你还溜蛮久的嘛，不错哦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还以为我在。你去找找看图腾啊，不然就英雄一抬起来。有时候你靠近那个发亮的图腾旁边会有那个火蓝造型，那个或者是皮皮啪啪。他现在追你，那我去把刚那台看你们修起来。我六算我觉得已经归零了。我六到已经还没，他放弃了。靠腰啊！转角遇到艾尔，遇到他，因为他刚刚跑丢了，所以跑去找你位置。就是一定要修一台鬼子转点。你也可以直接找，我现在在溜他，在追我。右边那个红色的那个圈圈大小，他在看人在哪哦。他追丢我了，你跑了他就走了。他可能去找别人，他要往那个小屋的反方向，他大屋那一侧方向。我现在在大屋对面的角落，所以他找不到我。跑了就跑了，然后那个人还在修。刚刚不是有一台修起来吗？我刚刚把鬼王不小心光把鬼王那边拉，就他硬修起来。就我右边那个红色圈圈有一个那个。是什么东西？是三角形吗？对，那个就是毁灭啊，它的技能你没有拆掉它，那个就会打，哇哇，有效果。那个要怎么找？你就要拆掉发光图腾啊。哦，整张地图都有机会出啊，而它通常都在出在一些它喜欢出的角落。嗯，所以你们刚刚都找到了。它有那个技能会怎样？他在追我。烦死了，找不到、啊、那个我可以不理他吗？没关系吗？就修我的技能。你可以不理他，反正我溜他，你可以直接修。要修就是不要手不要放开就好，你手放开就倒退。哦哦，他只是你只要放开，就是水里进度会往后跑的。嗯。哎干，差了一点点，算。一直贪心要按三百。
啊、其他两个人都没在修吗？在。其他两个人呢、啊？我刚刚他刚刚追我追很久，他没在修、啊。其他两个回来。你好像要被抬去地下室了。你现在是在你现在是在修吗？有啊，你其他两个。我在修，我在最角落那个修的那个。欸、左后方还有一个也在修、啊。有一个在大雾的，不知道在冲啊小啊。这是蹲着吗？干嘛？是啊，那就我不怪啊。第一等有玩家有时候会这样，但是你没有在干嘛，你就宁愿去修机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不然再怎么样暴击也是要修啊。你不修，大家都出不去。鬼，你拖时间拖得久了，鬼就越来越优势。往你那边过去了。上面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昨天我在地图角落那个。角落。他跑去二楼了，我先去救你啊！这几个队友在干嘛？我先去救你。他还在附近。没办法，要只好救了，不然你要进二挂。你进二挂之后，你再被挂一次就死了。你现在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之后要练劳力。劳力有毁灭打击。我们先跑到地图角落好了。你有自补吧？你补一下，我要把这台修开。好，我自己补去啊。我修开，我刚刚已经修到剩三分之一，修完都没有人要去救你嘞。我想说，你进二挂前先去救你，这样你可能可以，如果又被抓到，可以再多被挂一次。嗯，没关系 ，OK， 我习惯自补了。好了的话，来帮我修这一台。嗯。就好，别换吧，太好了。剩一台，他这场毁灭躲得很好呢，我都没有听到那骷髅头声音。我在想，有可能在大屋旅馆里面，有时候大屋旅馆里面也会生图腾。看不到啊，我连一个基本不会发光图腾都没有。往下二楼有一台快修开，我们去二楼帮他修。来冲阿小来暴击！哦，对，没人冲阿小啦！来了啦，该很好啦，暴、哎、他都抓暴击的。我去救他了，受不了，这黑妹一直暴击。哎呦，他把他踹坏了，然后去抓里面，然后我再趁机把他修一修。那个妹子要死，她要被砍死了。干，她第二次卑鄙都会超快的。你就修吧，她好像不想追我，因为她知道我比较会跑。哎呀！妈的！啊！干，太远了！他的刀子挥得太远了。我要
跑过去，跑进旁边了。哇！再一次不死，我给你了。我是没差，我是不会被追到了。他除非太近了。哎、欸，你有带补包吗？嗯，没有啊。另外一个人没去救你吧？他在包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有看到吗？他很生气在砍我。笑死，超生气。走掉了、啊，去找你了。嗯。他、啊、走到那个最远的在补血的那个是你吗？你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先不要补。要去拉你了吗？你就修大雾那塔好了，那黑妹刚刚如果修快点，早就修开了。我刚就修那还是被砍了嘛，那气死！全部都归零了，然后找不到毁灭，这场毁灭躲太好了。水波，三个。这是骨头什么？看也知道很无聊，找不到。哼。上面那台就是一直被打，我帮你挡。这场应该没意外，应该是三个多位，要没人修得开。他没有鞭尸哎，这知道事太严重了吗？这个帮你玩一下，对啊。哇，死了耶、yeah, 你们好自为之。笑死了。另外一个也惨了。骨头，没关系啊，他这场运气好，他那个
装那个什么位置太好了，找不到就算了，这一场按数字就赢。其实这场算玩很久哎、欸，你队友另外那个黑妹太菜了，一直暴击，比我菜的话就修开了。我看到的时候比你还菜，快攻心一，他比你还要菜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被杀死好了。然后我都跳出来了，关斩，他一定会被杀死。我还可以关斩吗？我现在已经跳出来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关斩。你没有跳出来就关斩。我等一下跟你实况转播，他现在在开门。我猜等一下杀手巡门他就被砍。开门。哦，他的那个他有带那个猫咪，他的猫咪亮了。开门。他是对啊，他在开门。他已经他要开地下室的门了吗？没有，他在开大门。地下室被鬼关起来啊！那个鬼白痴，刚刚没看到他，现在开门出去，干！现在让他跑出去，鸡巴！就刚刚那个该死的黑妹，对啊，跑出去了。重点是他逃出去分数两万，我没有逃出去分数两万，我要赢他嘞！六鬼的关系，还可以再玩一场，四遍了，是没差了。你只要不要太晚，不要迟十一点、十二点我再睡、嗯。你好了，好了，跟我说一下。好啦，等一下哦，不小心跳出来。嗯。再邀你一次。哎、欸，可乐也在，也在现场。问他，问他有没有，还没有位置。嗯，有出。问他有没有位置。像你的那个你的压力会比较轻一点，为啥？怎样？为什么压力比较轻？他会玩啊，他会玩。还好啊，没差。就我刚被挂了，我也没有生气啊。就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觉得我很难追，一直鞭死我。他超生气啊！开那个狂暴模式，连砍我十几刀呢。我笑就是会笑的，没有看到生气，很难追，而且我没有挑衅他哦。我没有挑衅他，我没有逼他，太难追了。他现在应该在玩了。也不一定啊，有时候那边位置都满了。那、啊、你叫他那边玩啊？是那个什么小雪吗？不是，小雪也在玩吗？我看他在玩 LSD 啊。对啊。他们换 LSD 地图，他 出新地图吧，他们都在玩 LSD。哦，那一天玩了一下子就，对啊，就觉得还好，啊人不舒服我就先休息。嗯，对啊，就这样。你要先休息啊？没有，我说上次有玩一下，然后。哦，你不是说你会突然那个胸闷？对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我在邀请你。没看到。我再邀请一次。因为刚刚我好像是在准备状态，就不习惯，对不对？我一切掉就好了。你十八了，是因为我帮你升了吗？你看我的 link 跑到九，
我刚刚六层那样不是没有逃出去吗？然后加两颗豆豆。怎样？豆豆什么？那有时候也不一定要逃出去就赢了，就升上去了。就说你那个玛丽猫不就妈猫咪大战争的吗？不是，那个是一个日本人做的。然后，那个猫咪大战争不是也没玩？没有玩，他们也没玩。哦，是说我今天生日也没有做生日快乐。有吧？没有做生日快乐。哦，有哎、欸。有啊。竟然忘记，你还跟我说谢谢大哥。我失忆症。哎呦。鼻涕一直被闻。一个人孤单的在家玩黎明时限。还好，没事，就是玩游戏。你不觉得他这个胸肌很假吗？太完美了，倒有点像假。还好吧，他没有画得很夸张，我觉得是还好。如果这辈子能够交一个这种身材的朋友就好。好也好，交不到，觉得没事，那个不重要吧。那我吃点豆腐。那个难啊。不是啊，我说我不一定要挑这样的，是如果有的话也不行。这个难吗？通常也是跟别人到处跑，那个是网咖，通常会想要练的那样都网咖，你知道吗？通常不会跟人家这样到处跑，因为有一点就是瘦瘦的，不然就是有点点肉。嗯。什么？如果练成那样，就是到处约跑的。对啊。是啊。怎么现在？因为他如果没有到处约跑的话，练成那样干嘛？你在说晋升吗？他想要练晋升的啊。他想要练起来，但是他不是要到处野跑，所以他迟迟没有练啊，你懂吗？他缺少一个动机啊，他不是真的想要约炮，所以他没有练起来。他有，而且有的女生呢又不会说到很看身材。我觉得，他不是异性恋吗？女生又不会到很看身材，练身材是看自己吧。有的女生是也喜欢看肌肉男的、啊，我觉得是他自己追求啦。就其实异性恋女生也没有，她很喜欢肌肉。她是想说，她如果练起来壮壮的比较好看、啊。她说她想要改吸引男的，她如果练起来吸引男的，就是就成功了。她的脸就是不适合练成壮壮，她现在要把那个那个叫她的脸就娃娃啊。她脸，她要瘦下来之后，然后把那个就 QQ 的学生样娃娃脸。有没有看到那种脸，就感觉就像。你不会觉得苏安佐那种状看起来很恶心？就小朋友。对啊，就那种婴儿脸，然后靠你看过那个功夫哦，对吗？叫功夫对不对？他不是挑一个小孩子出来要打架，就出来撞的跟什么似，就那种感觉啊。可是那个跟那个感觉实际上又不太一样，有点违和感。就是小孩子那样子是很那个没错，但是他长娃娃脸练成那样是还可以，比较还可以接受。不止，我觉得他不适合练到很壮，看起来会蛮怪的。啊，我觉得要练壮可以，可是你通常练壮脸就跟着瘦下来、啊。哦，不一定，对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没有一定的。哇，我没有派对可以烧、欸，还是换一组角色、啊。哎、欸，看一下。但是我没有练。哎呀，我就刚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能包？医疗包掉了、啊。你要练，你之后要练这只角色，它有一个毁灭打击要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劳力啊，劳力有一个毁灭打击，就是你下勾后60秒内可以，怎么都黑妹啦。因为都很怕被。带一个东西了。好啦，都黑妹，都黑妹，好吗？16，所以其实就像是。急救箱有差吗？急救箱会补比较快啊。我的意思是说它的种类。种类越高的有的耐久度比较高，有的越补的越快。像黄色的就是补别人会变快。
然后绿色是补自己比较快，然后紫色是耐久度最高。超强后物刺激是啥小？有人会好吗？超强后物就是你瞎，然后杀手也眼瞎。那是地图上的黑屋会变得很重，就这样。不要用，我还没学。然后也不会加鞋垫，所以也没什么用。有时候一些比较会隐藏的，像隐鬼还是刚刚那个鬼脸，有时候要蹲下，还没烧到，你就看不太到他。欸，这是什么？仅存者布丁，幸存者。他把我们当布丁吃。我没有美味，我没有烧到祭品，真要选才是三刀。那个你排队就可以先选喽。对啊，我在用，刚才想到，我前面那一整排全部不见，说全部重选。没事，我新手的时候也是常常忘记烧祭品，几乎都没烧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明明烧祭品可以赚更多血点，然后就忘记烧，然后就少赚一堆血点。像那个帮助别人下钩或者是补血，就算援助类的。然后目标类就是修发电机跟开箱子，还有开大门。来一个我，然后逃生类的就是逃出大门，然后还有自己补自己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无惧类的就是六杀手的分数，或者是你用技能撞晕杀手，或者是用板子把它压扁。这个图很讨厌，这图也很讨厌，就很。要多习，你习惯之后你就觉得这张图比较好玩。很室，都在室内啊。可是有一些很空旷的图的反而比较难玩。我讨厌一开始就听到心跳声。开场先开，快乐的开一个箱子。图腾可以拆吗？我带了拆图腾可以回血那一种。在追你了吗？没有，他在我附近。是哎，这场是陷阱杀手哎，要小心夹子哦。室内毒药最吃香。哎，自盲，所以是说我躲进去他看得到吗？他，你躲进去，你感受不到气场。哦。哎，那个自盲是这个意思。我怕我放开催眠包，他在这附近。在我旁边的是你吗？对，我先看一下大家要怎么跑。你要先看一下你在修机啊，抱歉，你在修机的时候要先看一下逃生路线。还是专心。哦，爆你也跟着爆，好好笑。专心跳，不要聊天。他来了，快跑！他来了。不要抓肌肉猛男，不要抓猛男，他跑掉了，他在追你吗？快要来追我了。我跑掉了，他好像很远很远的在追我。我再回去赶到那边再修，他现在不在，因为他走。我再回去修房了。看，他想差一点也不算。追我了，烦死了！哎呦！啊，我好像把他拉过来，是在修这个。啊，看我在修这个。他好像去找你了。当然，我比较好抓。没有，我跑掉了。啊，我去别家修，那台交给你。哎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一直在躲什么啦？他就没有在抓你，你在躲什么？赶快去休息啊！小
OK。你现在懂我遇到菜鸡的心情了？不是啊，他刚刚就是对啊，他就是没有在干嘛，他听到心跳声，没有啊，就听到心跳声就吓死啦、啊，所以他才那个。刚刚因为爆了对不对？然后就跑去找他了，是屌。阿干，他为什么要带来这里？我们觉得我很想要休息，但是我没办法休啊！他妈的，他一直在追我。他就是要追到我。然后，另外两个人都不休哎、欸。对啊，还在五是怎样、啊？被追那么久，我已经追很久了。被追那么久，应该就要那个休开了呢。我现在两个在一起休比较快了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已经跑到不知道往哪里跑了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！另外一个还跑来帮忙，说慢慢走。另外一边啊，你在我后面干嘛啦？哦，他躲在我后面，去死了！给你啊，位置。在修哪一台啊？问号。在修这一台。我好不容易被他甩，好不容易才把他甩掉，可能黑妹太黑了，他只好追那个肌肉白白的大卫。你现在知道黑妹要保护色了吗？妈的，整场就追我。他在我屁股后面休息。他在修你屁股吗？对，然后我还让开给他修，妈的。说他会在上层，你在下层还是上层，你会有心跳。哎呀，看到了，有人要被追了，有人要被追了，有人被追了，就是他。等下我跟你说，他等下就秒倒。他倒了啦，然后就倒了。他倒了，他已经倒了。我刚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倒了。我笑死，但看到他不开，先我还快跑，赶快跑，还在那边看。重点还慢慢走过去给他砍了，不是很痛。那杀手也很菜啊，抓不到了，他抓不到了，但是也不太会放假，应该是新手玩家。因为如果你玩了一段时间的人，通常你也会大概知道那个杀手要怎么玩。嗯，还没玩过。哎呀，跑过来砍我，修到一半快修好。我在刚刚在修厕所那台，有空去帮我补。哎呀，在我后面，快走！我来帮你补刀啦！我来帮你补他。他在后面啊，他在你的后面啊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哦，有好像有人把我刚刚厕所那台修开了。好了吗？哦，我跑掉了。对，我帮你打。感恩。哈哈哈！你倒了。你在楼上吗？看看旁边。跑到一个不好的地方。啊！往你那边过去。啊！没办法救你，另外两个都。就在往那边。可以把他走了。
看他一定没戴耳机玩，他妈我的哀嚎声那么大，好像大姨妈来一样。大卫也有大姨妈哦。跑，他不在这里、啊。你，我帮你赶快跑，他回来了，他跑回来了。像老塞一样便秘，两个一个生一个便秘，看着先找到厕所，我快憋不住了，看一个已经死在里面了。哎，先让我进去，我看拉出来了啦。靠腰，这个有一个已经先憋死了，知道吗？我进柜子可以补满啊，我帮你补。为什么可以补满啊？见鬼了！啊，我带那个、啊，我去绕赛了。好呀，我有带南希的技能呢。哦哟，拆图腾之后躲柜子八秒可以补满，就自己补满。有没有觉得很神？欸、你还没补满啊？哦，还有一次哦，我要自己补了吗？我想说我要补你，自己冲掉了。啊，好了吗？我走了吗？好啦，你已经满了。你没有发现你没有便秘，你没有便秘了吗？我是干走私的。现在去哪里？在外面吗？那个出现那可以不要一直我想要修的时候一直在旁边吗？来这边，我想这里留一下。可是这里也可以留，有板子地方留。可以啊，你在外面被砍。有人中夹子了，我笑死，倒地了。脚夹子那个被拉走了吗？啊，他被抬起来啊！看右下角，左下角。啊，方虎，他好像想要手撕。等，他过来了，我们远一点，我们远一点。太恐怖了！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你有同他有同组，你看得到我。干完了，去我们去找楼梯去门口吧。这边好像没有楼梯耶。有时候我就觉得这地图很烦，就是你在楼下有时候找不到上去的路。这边、啊欸，你直接快翻，你那么胆子那么大、啊。所以，按什么意思？快翻慢翻？快翻快翻鬼会有提示啊。对啊。对 可是要怎么控制？你就突然用走路的慢下来，然后按空白键就会慢翻。哦，不要用跑的。欸、用慢走的，它才会慢翻。大门在哪里啊？看到了。大门在那个。你要开大门吗？大门有分数。对啊。给你开吧。我就刚在被。那两个黑妹就放生他了。感觉他们好像也没在救人，这是他妈在干嘛？感觉在挖我屁股。我说你那边可以修最好啦，我离开。还好他们有刚刚，我等下示范给你看什么叫挖屁股。来了来，你先出去啊。绕一下他，我绕一下他。你很坏、欸，还砸人家板子，人家头很痛。那等下有带一刀你就惨了，被砍了就会在地上。你擦好了就好了，现在练习绕过。他以为可以隔着那个砍到你啊！对啊，感觉啊，你现在知道怎么遛鬼了？好，我先跑去别的地方，我不会在这玩。可是上面倒数结束，你就会被插死。
要送他分数。好了，我砍到一刀就可以删了。我的目标就是砍一刀让他。然后认为说要干我，我快被抓到了，然后结果还是跑。蹲在那边拉屎，开始吸。好多奇怪的回头，一个人都躲在那边。我看你们在干嘛、啊，快、笑死了。哦，我就拖时间让你们可以跑啊！他就真的穷追不舍、欸，他真的穷追不舍、欸。我笑死！靠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他妈的抓到你。好啦，既然那么有意义，给你个赞吧。你要看那个，我有录起来，你看后面的笑死。他怎么被我压到那个板子，他就不爽了，这样追我了。太靠北。你玩鬼的时候被压板子的确很不 爽, 不爽、啊。现在知道为什么玩杀手的时候，人类好像都蛮笨的，因为其实我就算不会玩杀手，但是我大概知道杀手要怎么玩，就是要知道怎么追有没有。嗯。因为他们有时候在追你的时候，他们是会绕很大一圈。其实杀手追人的时候要贴模型，比较可以砍得到人。贴在、那個、他都没贴模型，你有没有发现他都离那个墙角很远？嗯，我觉得尽量就是跑到对角以后，就看一下他在哪里，在换位置啊。他有时候还切中间。对啊，六鬼的基本观念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没有很难，你就是大概是那样子。然后跑完就是视角要一直往回头看，拉开。然后等你大概习惯这种模式了之后，你不是会一直跟他绕板子吗？对。然后有时候板子可以给他压力，因为他不想被压头。有时候压头，你就可以安全的转去下一个地方啊。所以杀手不想要被你压到头。有时候他怕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无情的再多绕一圈，然后他就会被浪费掉很多时间。嗯。然后是因为刚刚队友都是不太会修机的，不像刚刚我们两个轮流溜那么久，其实早就修完了那种。哦。大概游戏时间提早50分钟就要结束。刚刚想要挖你屁股。这很奇怪啊。他说：“我觉得我们黑妹来相亲相爱吧，哇，三个位置可以修啊！我在最右边，就我说他慢慢走过来，躲到后面，我说你在干嘛、啊？你不休息的挖屁股？他表示喜欢你的位置，我想挖你。我靠，干怪怪的，我就换自己换位置。我好，你那么喜欢，你那么爱这个位置，还好他手上拿的不是手电筒，你知道为什么他选那个位置吗？嗯，他觉得那边角落，所以鬼应该看不到他，而且看到外面那一只。”而且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很无情的，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有两个人修同一台，然后有一个人躲在发电机旁边，刚好在鬼的死角，然后先跑的那个人通常就被鬼追，就很衰小。对。可是如果先跑的那个有大跑就不一样，大跑就是没隔那一招。嗯。通常杀手看到你有带大跑，他就会去找有没有别人，因为大跑他要浪费一点时间追你。大跑是只有那一段。所以新手很适合玩没隔。对吧？那一小段时间，你刚压他不是很好笑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压到他板子很爽？他就硬要追啊！我想说，靠，这边有一个板子而已，我快被追到。我跟你说，压到兔女的时候更爽。压到兔女的时候，他就啊！不爽。嗯，我刚刚是压到兔女的时候超好笑，我最喜欢压兔女。回头看他距离好像还蛮远，我再回头去压他。我其实不是被追到快被压，我是回头去压他。故意回头，哎，用板子回去翻一下好了。很坏，他真的还傻傻过来跟我压，我都傻了，够坏。我是想说把他挡住以后，我可以挡，至少把那个路切掉嘛，就不用一直被绕得那么的辛苦，就他自己跑来撞他。那看勇勇是我，是谁啊？是肥屁股妹妹。什么东西啊？肥我屁股真罗梅诺主播。你买的衣买的那个吗？衣服是我买的、啊。衣服？不是有一招可以出柜撞人家吗？那招就是他的技能，然后大家都在戏称说他太胖，所以才可以把人家撞晕。他是谁？他看我的肥屁股。罗梅洛，罗梅洛是买的，免费的可以用跑妹啊，跑妹或德怀特都不错啊。你黑妹练满了就可以练他们。
好妹啊，德怀特啊，杰克都不错啊。我是都有玩。那个艺术家，艺术家这个、哦，嗯，你说大胡子吗？对啊，他干嘛的？还是你一样？啊？街头艺术家，俗称恶鬼，脸长得太丑了，被大家戏称恶灵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现在这样子不是打扮还蛮好看的吗？可是你要看他本来的装扮，我弄给你看，本来装扮这样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他本来是长这样，然后人家说他脸很丑，然后头发那一撮母在冲他响。然后杀手通常英文，因为你懂英文嘛？英文杀手的原翻译都是。PHE， 然后后面是他的名字。然后那时候所有人类推出来之后，尼亚是惹尼亚，所以大家都在戏称他是杀手、嗯，大家都在戏称他是恶灵。你看穿这件就一定要被追的啊！妈的，红红晶晶，亮要死，太亮了、啊，这件蛮好看的，可以穿这样。但中间那个超明显，感觉拿了一个电灯泡一样。你说 T 恤中间吗？像你看过去是电灯泡在发亮，但是很故意。哎呀，没差啦，不然就是要穿这个啊，这个黑黑的在暗暗的地方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所以我特地换那么黑的裤子衣服。人家说黑妹最黑的好像不是那一套、欸，好像是我看一下，黑妹最黑的。大家公认黑妹最黑的、啊、是这一套，黑到爆，他的头发很红的。啊，不行，我想先去厕所。这件爆亮，你傻笑，亮到爆！这个蓝，这个黑吧，这个色，太蓝了。有个丑的，可用就是，只是是百搭色，不是吗？干，丑死！套装，我真的去拉屎了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多 pixel 啊？
太适合奶茶，没心意的就奶茶。没货，不能自己等你。哎呀，干！啊，就是什么手贱，手贱又手残。忘记你了？不会吧？哦，不会，会是，奇怪了，好麻烦哦。大家走下去了，183嘛，88.6。
了，干你啊！自己的账号都忘了。真的忘记，烦死了！怎么了？小瑞英，我刚去拉肚子。你还没要睡吗？还，我刚问我朋友，我有皇冠呢，你看。啊？你看我皇冠。之前活动的头饰，啊笑，鬼啊！皇冠呢？你要逃出去，然后身上要带着那个亮亮，可是你带着亮亮，通常鬼就会先扛你。你身上就是在散发一个亮亮的气场，有没有？我刚刚去拉肚子，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，拉得稀里糊涂的，就好像刚刚那个在你后面一直想要刮你屁股那个一样，挖屁股，感觉好像用不到打头，用别的技能，然后通常我这样讲，下一场就用得到，然后我又没有带，嘿嘿嘿。在心脏，哎、欸，你按确定了吗？我按确定了，要拍一下。我刚刚问朋友，他是说，他说剩一个位置。那、啊、你就跟他玩了。不要，我玩不久，就下次喽，下次有机会。你朋友都很高段位吗？红段。嗯。我之前好像爬到那个吧，好像红段五还是四。嗯。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段位玩比较开心，因为再上去鬼都好强，三两下就被打死。对啊，是，哇，天哪，好讨厌啊！可以吧？烦死了！我觉得最近密码一直忘记，然后密码可以用的都快要给我用完了。哪个密码？很多密码、好讨厌，多嘛应该不用理，我还要加个我找一只手机啊，但是这也没有卖啊，他只能在大陆网站买啊，10月10号，台湾免运费啊！啊，怎么了？好多东西，你还在页面吗？嗯，我还在啊，还有在排队啊，怎么了？我怕我们两个都在看别的东西，然后结果都已经进去也不知道。不会，因为我戴耳机，我会听到进去的声音。它会有一个开场啊，会有一个声音呢、啊。就是它开场不是有一个环境音，然后你会转一圈吗？
有时候我也是排队排到忘记了，然后他已经进去，然后开始了，然后进去我才听到声音，然后我才跑回来玩。嗯，去啦，其实还蛮快的，没有很慢。他这样改真的，哈，虽然对你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没有看到黑妹很开心。不好意思，啊，不要换黑妹，妈的，怎么蹲在那边挖屁股？还好啦，也是有很会溜的黑妹。其实黑妹的模组在溜鬼的时候还蛮好贴模组。就贴那种大石头还是那个木头啊？没有，黑妹还蛮好贴的，因为身材算适中偏矮的。你有烧吗？我烧，好像是大家。我以后要不要提醒你先烧几瓶？有啊，我烧25%。没关系，以后如果跟你玩，我就要先提醒你烧几瓶。你刚刚玩那个玛丽猫太好笑了。啊？17-10几次，我前面还有录那个两段的，那个也是一开始完全不知道啥小啊。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全破，欸，你刚刚后面好像也没有破，他那个后面那一段太难了。他第五关是给你疗愈的啦，先让你放松警戒有没有？第好像六章是不是？你刚没事跑去玩那个？想说来玩这个直播还蛮好的，自我虐待，无厘头了。我看到那个很莫名其妙，怎么会这样？也给吗？可是你直播 DBD 有的人会看呢，会吗？有的玩家会看，没有人看。老鼠，他们什么老鼠？我看到老鼠，你是哪位？你是那个？我是梅格啊，梅格穿裙子，好妹啊！干嘛你又看到我？没有，跟另外一个男的混在一起。杰克吗？穿西装的，欸，应该不算是，是穿是西装吗？应该是 S 吧，有点老的那个。对，杰克是比较年轻的那个。他到底会不会？不用看，太小啊！现在大楼有在按那个怀木，操，几点？欸，找不到一台，欸，这里面有什么多湿地啊？这个二楼一定会有一台。然后实验室会，他跑去挖宝箱，我以为他要找那个来秀，他跑去挖宝箱，我跑到二楼了。二楼的只能单人修，哦。下去那边看，这个就比较不好走了吧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游戏还比较好？这张地图好像号称是全人类逃生率最低的地图。这个，这张图，那张图分布板子都是短板，就是那种边边你能够绕的就走一点点区块，然后就被鬼砍到一刀。我在实验室那台，我在修。这鬼是不是挂网？你没看到他？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半台。那这个会不会是挂网？挂网拿分数的鬼？不知道。这有什么好挂网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挂网没啥分数啊。对啊，就去总数比较多，不玩多少。可能想要降段位吧，有的不想要在那么高段位遇到的人比较强。把我们几台的人不知道要不来了。哎，欸，来啦，在追着啊，我看到啦。在追谁？在追你？不是，在追那个老头。另外一个女的，那应该是黑妹吧？对，应该是不小心被遇到，她被砍。她在我们实验室外面。
玩的好像是银鬼，就是敲钟会隐形的那一组吧。好一个，好一个。你贡献一台了吗？我修啦，不然你我不能指望 AK 妹啊。我贡献第二台了。那好。这个走路大声的叮叮当当的，操！没事，不要走太大声，不要跑，慢慢走，比较安静。哦，来了来了，靠右。我直接压到一板子。我想要起来的。啊，小，然后听到那啊的声音，就他被我压到后面，然后小，他小。刚刚我在休息啊，突然偷偷隐形跟上来，看他又在追我，还有修到一半被追进去，对吗？角落，看这里好危险，这里真不好躲，不好躲对吧？这张是鬼图，是因为鬼是新手，换话就是这张图高手鬼都三两下就打倒第一个，大概你修一台就会有一个人倒。我刚刚就在修这台，然后突然追我啊！他敢去追那个受伤的？来了来了来了！他来了他来了！我看到。追我，追你哦！我不知道，没有看到他的隐形。对，可以只有一次，没有对不对？他隐形就没有心跳。对啊，我要回去。可是他要显现才可以打人啊。哎，不然就太强了，隐形还可以打人，太厉害了。我回去看看那里。去看看两修。哦，好啦，他们两个好像有在修。我要回去看看两修。哎、欸，来了，干你爹！他这一个都还没挂到，就要被修开了，要被修烂。大概没有想到会跑到地下室。所以这个大门在哪里啊？大门在地图边边，很像实验室的大门的感觉。修好。
在原地待太久会有乌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加油，快点去。我如果来回走动啊，就不会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裤头被踩掉。那来回走动就不会有。裤头被踩了。在大门这边。哎，还可以呢。爱追我，可以啊，好呀、啊，他好菜哦，他追不到我，被我换那个板子，是没有压到他，可是我觉得很可怜。实验室门卡住，有反手的就是大。哦，看到有没有？对面吗？在对面修吗？哎，走过去。好菜哦，烂到笑。嗯。所以还有一台没得修，修不到。嘿嘿，压他一个板。看，被抢走了，他的门，去哪了？他应该去大门那边哦。看他选哪一个、啊？来了。应该会手撕吧，刚刚被玩成这样。你被挂啊？啊，他不是我嘞，我不是那个莱斯。我们开到一半被砍。在都在门口了，你我要过去帮忙吗？他很生气，我等你啊。哎、欸，出去了吗？好可爱哦，出去了。那超可爱，都砍不到我，好笑吗？他一刀刚不是有一个很大的爆炸声？对，他用完了。通电就被秒拆了，应该是那个黑妹还是那个艾斯拆的？对吧？不要这样欺负他，汉克。你现在是在跳舞吗？对，就是他不来。他怀疑人生了。给他一下嘛，好可怜。错了，至少没有拔线，我可以直接拔线的。
都没有平衡，被鬼直接发现。好了，十一点了，你们要睡了。发现了。对。好了，有机会再玩哦。礼拜天，礼拜天可以在一起玩。礼拜因为礼拜一我休息，会比较早上线。哦，礼拜一啊，应该是礼拜一晚上啊，礼拜一晚上我会上线。你不是礼拜天休息吗？我都休礼拜一，我说错。但是如果你是隔天休息，可以玩晚一点的话，我都可以陪你，因为我都是那个什么，我都是隔天都是可以十点再去上班，嗯，所以都还好，大家都可以玩到十十二点还是一点。没什么事，我都是八点到九点的上线。七八点。那你们知道我刚刚在那边欺负那个杀手，他们会说是炸鱼。可以啊，因为就把杀手当鱼在那边炸。听见吗？